好，观众朋友们，让我来看，这是第一阶段的第14轮的比赛，天津泰达对阵武汉卓尔。人员的这种波动还是蛮剧烈的。是。哎呦，看来就有一点打门的机会。今天呢，在进攻端呢，我们看到阿奇姆还是靠右，还是他比较习惯的这样一个位置。说实话，感觉这两个月的赛，但有的时候啊，换换边路啊，可能会有更好的效果。哎呦，强突定速度。哎，这个特点打出来了，太可怕了！阿奇姆蒙在这么小的空间内还有一个加速啊，因为这速度一起来之后，再去趟这一步，感觉肯定要出底线了。他左路的这个套路呢，进攻套路确实能打出来，不管是换谁，哎，周通这边过得漂亮，再给过来，好球，中间好球啊，冷静的推射啊，差了一点，处理的已经很棒了啊，是，这么狭小的空间。没有去忙。其实刚才抬头这一下呢，传球的线路非常清晰，看得很准，但进禁区了。一个彩蛋球，哦，好球！哎呀，没人了，还有吗？那会儿，看一看这球，直接轰。看姿势像是吧？嗯，没打穿，质量不高，感觉射出去没什么自信是吧？这球不像。哎呦，这球！出来应该跟这个后卫啊教人没教明白，门将出来这下应该喊了是吧？自己也被顶了一下肋部，这球呢打双拳击的时候呢也没有打在这个正面，应该打呲了。嗯，从这个角度看一下，再来看这罚了一个前点没踢起来，这时候主裁判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声，都有一些机会。这边又有人倒地了，上半场是0-0的一个收场。周通是伤残不轻，坏了，这个不是好消息。对，在上半场比赛伤吹响的时候，这个出现了一个伤病的情况，我们再看怎么回事，没看清。哎呦，坏了！包括在转换进攻打反击的那一下的时候，哎呦，有想法。这球啊，真的是打那个突然啊。对，这外围直接选择轰门，同样这个球也是打在了人墙上，弹了回来，没有打穿。又有人倒地，被撞了一下吧。哦，射门这下门脸上了，火，总能抢下来，就是没有高点。哎，再来传，火，哎，挺敏感的这一下。倒地这下接触是敏感的。嗯，冠军表现无懈可击，男士洗发水品牌。男士洗发水专业品牌青阳邀您观看中超赛事，亮了个鞋底儿，是个危险的动作啊，给了吧，给了啊。其次呢，人又冲撞了进攻队员，侵犯了进攻队员的圆柱体，这是第二个点。这个判罚持续了得有几分钟吧，对，反正在下面其实他是虽然换下了，但是心里也是像等待这个宣判似的。哦，助跑了，哎呦，打飞了。行了，你这个心理解读还真是有效。这心理解读啊，真是，是不是？他这眼神有点闪烁啊，哎，是吧？没那么坚定，不坚定。这回传球，火啊！连外援都出这问题，这来了，有没有机会？高了，又高了，也是打高了，又没射正。哎呀，这两下我觉得好伤信心啊，是吧？现在这个无数次了，但是，你看两支球队的这种场的传接球失误，是吧？对，挺不可思议的。中路这一下选择射门。后卫有一个干扰，球没有打上力量。我不知道在两三的人晃了一下，哎，这边收进了。越位了，认为是越位。我们要结合慢镜头，因为刚才镜头也没跟上，哎，来了，对吧？球出来，哦，越位了，这是个越位，越位了，越位了。这个根据草皮的这个高低的线，正好能看出来。对，就韦奇刚才提到的，武汉卓尔大举进攻的时候，你如果被打了快速，这球没有越位，绝不越位啊！一个交叉，传到后点，哎呦，这球真不好踢啊！这球防守连胆儿也不说胆儿了，他必须得去捅这一脚，他没有选择，没有结束了。这样的话，主裁判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声，两支球队虽然在比赛当中拼尽了全力，但是0-0。